华为 Sound X。首先我们还是先看一下这款音箱的频响曲线。那么这是几个不同音量下的测试结果，并且呢，测试条件是在这个音箱放在桌面上，在常规的这个房间内，不是消声室，然后麦克风距离音箱大概是1米，并且在坐姿的情况下耳朵这样的高度去进行测试。一方面是更贴近这样智能音箱的实际的使用场景，另外一方面呢，我也是想看一下华为这款音箱所谓的智慧空间感知，它的实际的效果到底智不智慧。那么从实测结果来看的话，它并不是那么的智慧。和苹果对比的话，大家可以看我两年前苹果 HomePod 的测评，去对比一下。那么说回这个频响曲线本身的问题啊，一方面确实在 10kHz 左右有很大一个坑，但是呢，这个并不是最大的问题吧？我认为它最大问题还是低频部分。其实我们不论是以 1K 还是以300到 10K 的平均值去推算，那么低频下潜呢，大概在40赫兹是-10dB， 这个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问题在于华为。这款音箱在40到100赫兹这段都是-10dB 左右，或者说-几dB， 并不是像很多音箱那样平缓的衰减，或者说它整个这一段都是缺乏能量的，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这款音箱，并且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每一个曲线是-5dB， 但是在40赫兹左右，如果是最上面这条黑线的话，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已经出现 limit 功率压缩了，或者说这个低音一旦有一个大动态，它就肯定是出不来的。那么具体低频表现如何，我在稍后的主观评价中会说。不过这款音箱呢，在比如说2K 到 6K 这一段啊，有所衰减。因为是房间内的曲线，所以说这个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那么相比之下，可以说这一段表现是比苹果的 HomePod 要好的。那么我比较偷懒啊，苹果那个之前我测过了，我就没有继续测。大家可以看我之前测试结果。那我这里就直接说一下这款音箱的实际的主观听感。首先呢，华为的这个新款的 Sound X， 它的整体的中高频包括人声和乐器表现是可圈可点的。之前讲过，苹果的 HomePod 可能在一些女高音啊，或者说一些中高频是稍微有些多的，或者说稍微有些不自然、一些阴染的。那么华为这个会更自然一些，或者说华为这款音箱呢，它在人声的表现和一些乐器的表现，对于一款蓝牙音箱或者说智能音箱还是很不错的。基本上在所有的2000元左右的智能音箱或者说蓝牙音箱中，表现几乎是可以说是非常好的。只不过它在超高频还是有那么一段有稍微有一些阴染，稍微有些突出。其实很多 consumer audio 的产品都是这样做的。那么华为这款做的是比较克制的，并不会特别离谱。我个人认为完全是可以接受的。我认为它也有缺点，缺点就是它低频表现反而是比较一般的，不论是下潜还是音质都比较一般，没有什么亮点。那下潜呢是不如苹果的这款 HomePod 的，而音质呢不能说差，但是也说不上多好，就是一个小音箱的这样一个音质，我认为是有愧于地瓦雷的这个称号的。
其实在像这首可以说是比较娱乐都不是那么正式的一个低音的试音音乐中，我们都可以听出呢，华为这一款的低频的很多能量基本上是没有的。那么在一些流行音乐中啊，还有一些其他的音乐中，其实整体的低频的音质表现和下潜表现都是比较一般的，甚至它的下潜表现还不如体积比它小一圈的苹果的 HomePod。 可以说不论是智能音箱还是蓝牙音箱，这样的低频表现对于一款2000元的音箱没有什么太多的亮点。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华为 Sound X 这款音箱它在不同角度或者它在指向性上的表现，也顺带再讲一下这款音箱的 10K 以后的表现。那么我们可以比较直观的看到，其实华为的这款音箱因为它比较独特的这种设计，其实它在不同的角度声音是不太一样的，并不是那种所谓的360度的发声。那么可以看到在90度的情况下，其实呢整体的中高频这一段都是要少一些的，那么反而在这个反面180度的情况下，这个中频呢很多频段又回归了。但是不论如何，因为这款音箱的那一个高音，说是高音，其实我现在看起来它其实是一个超高，那么只有在正面才有，所以说不论是90度还是180度，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从 9K 赫兹开始整体的超高都是有所衰减的。那么如果我们是正对的这款音箱去听的话，其实 10K 的这个坑影响倒并不是特别的严重，或者说还是可以接受的，更多的还是像我刚才所说的，可能整体听上去超高会稍微多一些，或者说16.7K 的这个突出会起到一个主要的作用，但是听上去呢还是比较克制的，并不会特别离谱，也不会特别刺耳。但是呢如果一旦我们在侧面和后面听这个音箱的话，整体高频的就会有些衰减了，或者说整体超高就会有些衰减，这是这款音箱在超高的表现以及它指向性的表现。不过瑕不掩瑜，这款音箱中高频的音质表现以及它所谓的各种智慧的功能，还有它的这个外观吧，至少我个人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这个灯效呢，我认为也不是那么的山寨，再加上这款音箱有非常神奇的极为先进的3.5毫米的耳机输入的功能，我认为这款音箱卖2000块钱绝对是非常值得考虑的一款蓝牙音箱或者说智能音箱。但至于所谓的是否能够达到或者超越万元的音质，这是一个智商问题，我不想再过多的解释。尤其是低频，我之前已经讲过很多关于低频的内容，那么这款音箱的低频呢就是一个4.几寸音箱的这样一个水平。大家也可以看到我最近一个月时间呢基本都在划水。那么下期视频呢我会给大家带来一期比较重磅的视频，也敬请期待吧。好的，谢谢大家观看。